家应该对王宝强不陌生吧？除了他的作品比较精彩之外，近几年在遭遇离婚事件之后，热度也是一直没减过，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聊资。那么在娱乐圈中，王宝强是怎么有着今天的地位的呢？在娱乐圈中，大家都知道，想要成名，除了自身的实力要突出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敲门砖。那么王宝强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自然就丧失了第二个条件——敲门砖。但是他有幸遇到了伯乐，那就冯小刚。他的成名冯小刚可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常言道，秀才引进门，修行看个人。那么冯小刚就是引进王宝强的重要人物。但是为什么冯小刚在王宝强成名之后会表示自己后悔捧红了王宝强呢？是王宝强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情吗？答案肯定是没有。王宝强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憨厚老实的形象，在与马蓉事件中，虽然说把他逼急了，他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肯定是做不出忘恩负义的事情。那么原因就只有一个了，冯小刚给了王宝强机会是没错，让他成名了也没错，但是把他塑造的形象没有塑造好。相信大家都看过冯小刚执导的《天下无贼》，王宝强也是通过这部电影走红的。剧中傻根的形象刻画也是细致入微，除了演技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本色出演，傻乎乎憨厚老实，在他本人身上也能看得到。在他成名的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亲切地称呼他傻根，虽然说这个名词并没有很贬义，但是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好的，毕竟一个傻字在里面嘛。当时王宝强也是无所谓的心态，觉得自己火了，叫这个名字也无所谓，但是他的家里肯定就不满意了，尤其是他的母亲，就算自己孩子苦点累点也无所谓，但不能傻，谁愿意自己的孩子被这样称呼吧。在被冠上傻根这个称号之后，虽然名气越来越大，但是他的形象一直不被大家所看好，就连导演也是，在之后出演了剧里，导演也是顾着他这个形象去找他拍戏的，比如说后来的许三多，还有树先生，都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虽然说剧都挺好，但是他的形象彻彻底底就和傻这个词连在一起了。王宝强也试过自己去改变，比如说一个人的武林里面的反派，但是效果还是没有傻这个形象好，毕竟傻根不像其他的经典角色。举个例子，就比如说爱情公寓里面的角色，每一个都成了经典，他们的形象都是偏向于搞笑类型的，虽然说也很难改变，但是还是有机会的，成名之后也可以走偶像派的路线，比如说陈赫走综艺路线也可以，还有王传君前段时间转型我不是药神里面的病人，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傻怎么转变呢？我想冯小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表示自己后悔捧红了王宝强吧。而且冯小刚还是在王宝强婚恋的时候说的这样一番话，看得出来冯小刚也是很自责，如果王宝强没有遇见他的话，现在估计过得还要快乐得多，虽然经济条件肯定没有现在好，但是至少无忧无虑，也不会遇见马蓉这样的人了。总而言之，